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是佛教宇宙观第四集了。今晚有一点，龙碧有一点大哦。因为有同学呢，有观众跟龙碧讲：“龙碧啊，你的身体太小了。”可以可以，白普法师是很随顺。很听话的，所以顺姻缘够大了吧。假如更大的话，脸整张荧幕，整片荧幕太大了，这个刚刚好。那首先要跟各位提醒呢，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正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在行动管制的这段时间呢，各位待在家里呢，要好好的用功修行静坐，诵准法轮经，尤其是每天晚上我们跟全球大众一起静坐抗议呢，很重要，功德非常的殊胜。尤其是明天是世界地球日，我们有约呢要统计诵准法轮经的变数，所以呢有跟龙屁约的人呢，要把诵经的变数呢存过来，或者是说哪一位呢有跟海外中心呢的龙屁们呢约，就把诵经的变数送到龙屁们好吗？这样的话，明天统计全球大众诵准法轮经的变数才有各位的。诵经的变数功德才会存到各位的心中呢。好，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打坐。OK， 看到画面了。对不起，有一点大声。不不，关声音一下。我们昨晚有谈到呢，祖师帕蒙坤天摩尼祖师呢有教修行静坐要把心静定在身体中央的第七点就在肚子的中心点，从肚脐提高上来两根手指的距离，这一点呢很重要。祖师说是向往涅槃的地方涅槃的入门。当把心静定在身体中央第七点呢，恰当的宁静受想行识合而为一，心就会静止下来，就会看见一颗法球。这颗法球呢有两个名称，一个叫做出道光球巴塔玛玛卡，第二个名称呢是法念处求达玛努巴斯那斯蒂巴塔塔那，就是四念处进入这颗法球进去才是真正的四念处祖师还讲说呢，这颗法球出道光球的大小呢，一般人呢就如同鸡蛋的蛋黄蛋黄那么大粒，不过有些人呢比较小，就像天上的星星也有或者像月亮呢也有那么大，有些人最大呢就是像正午的太阳那么大粒，就是出道光球或者法念出球在各位身体中央的第七点当这颗法球出现了就等于各位看到向往涅槃之门了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生而为人是为了证得佛法，那入门在这边了来看进入这颗光球的中心点就是中道，进入这颗
出道光球的中心点呢，就是中道了。所以佛教所说的中道呢，不就是体外没有偏太压力大、太放松或者太严谨、太过疏忽的那一种，还有体内的中道，这个最最重要的。体内的中道，Machima Padipata，在哪里呢？就在各位体内，各位肚子的中心点，从肚脐提高上方两根手指宽呢，这叫做中道。中道有可以有四个名称呢，第一个叫。中道 Machima Padipata，Machima Padipata 应该常听到常听过中道，真的有这条路中道。第二种名称呢，为什么称为中道？是因为在身体中央点，然后要进入这条路呢，这条道呢，是一条直直的路，往前走，往内走，这条路是中央的中央。身中的身的，身体法中之法，或者念处呢，就身受心法，有身中之身，法受中之受，心中之心，法中之法等等，所以叫做中道。第二个名称呢，叫做圣道，Arya Makkha，Makkha 是道，Arya 是圣，圣人的圣。为什么称为圣道呢？因为进入这条路这条道呢，才能成为圣人是果成佛之道，也是这里要成佛也是进入这条道。第三呢，叫做清净道，叫做 Visuddhi Magga。有一本论师写的《清净道论》。大家应该有听过为什么称为清净道呢？是因为进入这条道，心身口意会越来越清净，所以称为清净道。第四种名称呢，大家比较不熟悉依趣道，巴利文叫 Ekayana Makkha，这个依趣道有很多。Ekayana Makkha 有很多翻译法，不过这种翻译法是由玄奘大师翻译古代的玄奘大师。依趣道，各位去查字典，"趣"这个字呢，蛮有意思的。古代的意思呢，就是向往快乐的路唯一这条路才能让各位通达快乐的。等等有很多意思，蛮有意思，这是中道，清楚还有点时间所以当这颗出道光球在各位身体中央第七点涌现上来就等于各位准备好了，要进入中道了。进去里面呢，心更细腻，会看见六界。六界呢，右上方我们解释呢有，就是人人形，前面在这边，然后黄色呢就是身体中央点，前面呢前方是水界，有水界的，那右方呢有地界，那后方呢我们人后面呢有火界。那左方呢，有风界，中间就是孔界，孔界球，孔界球的中心点有四界，在这里，然后六界呢，四界里面还藏有受想行识球，合而为我们的心最外围叫受求，
第二层呢，里面叫受球啊，响球，响球里面还藏有行球，行球里面还藏有识球。那受想行识合而为一，心才能止定下来。平常是各奔跑的。那昨晚还谈到说呢，当我们行善呢，善法性呢，古斯拉达玛，正能量就会在四球的中心点涌现上来，然后扩大到整颗心受想行识，净化各位的心灵，然后再扩大到各位的地水火风空识，让各位的五蕴清净，然后再扩大净化环境。那当造作恶业呢，也是相反的，心会被恶球的污染，到整颗心扩大到受想行识球，心就黑乌乌，身体也脸色也不好了，灰色呢就五忌非善非恶，涌现上来呢，到整颗心，心也不向善也不向恶。昨晚有谈到，一般人整天的心呢的颜色是这样，灰色比较多。我们先送跟全球大众打坐啊。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净、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
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中央点，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的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的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是，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地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什么Arahang Sama Arahang Sama Arahang Sama 是正是善的意思， Arahang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行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
静静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中央点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地产生，默念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当我们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
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的扩大，轻轻的意念，此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的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
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无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了，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พล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พระวันตุเตสุชีตาเจียจินหวานจิ้งจั่วข้า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กังใช้อยู่同学说呢龙屁太小声了啊就好像要在耳旁听手机啊好像是小鬼轻声讲话哦，比较大声一点嘛，可以了。OK。昨晚有谈到说呢，一般人整天心的颜色呢都是灰色，从起床啊、洗澡啊、冲凉、洗澡、吃饭、工作、吃午餐，然后回去工作、去运动，晚上呢去。喝一点饮料有一点酒精的味道等等然后再吃饭然后去跳舞再回到家睡觉灰色是非善非恶那黑色呢是有恶业啊有犯戒就有恶业了或者是心向恶还没造作恶业啊身体还没造作恶业但是心是向恶也是灰色的所以呢大多数的人死后啊都会在人间游荡七天当游魂七天就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人死后会花七天的时间来游荡来看第二种人呢常做坏事的人整天心的颜色啊你看哦都是黑色比较多哦起床呢就想坏事了我今天我要去哪里干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啊经济不景气啊小偷也多洗澡还好还没想坏事心非善非恶
吃饭也早餐也还没想坏事啊，非善非恶，那开始工作了，尤其是想要贪啊，想要啊欺诈别人呢、啊，他的工作是向恶的，吃饭也在想下午要去哪里，然后下午就开始做坏，继续做坏事啊，然后晚餐也喝酒啊，然后去跳舞啊，回到家也想今天整天呢做的不好的事情，晚上睡前呢也做噩梦，嗯，因为整天都在心在存啊恶的力量啊，恶的能量，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的，所以呢睡也不好啊。这种人大家猜猜看死后去哪里？应该猜到啊、哦，死后马上啊就往生恶道，嗯，不用等七天。第三种人呢，大家应该是这种人呢，常行善的人呢，整天心的颜色呢都是透明清净光亮的，心发喜，从起床呢就一念功德啊，洗澡哦，今天很发喜，我去哪里修功德呢？我要怎样行善积德？吃饭也哦，我要准备饭呢，去供养法师，要供僧啊。工作也边啊劝同事啊要行善积德啊，劝顾客行善积德。吃饭也想哦啊、哦，我早上修了很多功德法喜哦，下午我去哪里劝人行善啦？边工作边劝人行善啊，运动也是。为了自己健康，希望自己有体力来行善积德，身体好就来修功德嘛。然后晚餐呢就边吃边意念功德，然后晚上就来听我们金陵法乐园节目，哦，更心更亮。睡前先打坐，再入睡，睡在功德海。那如何让自己呢成为这种人呢？新的同学还可能还不懂方法，所以呢我们就给新同学听十项功课啊，很重要啊。一般人呢问题，第一种问题是家人呢对外人好对家人不好，有没有这种情况？丈夫跟妻子啊，先生跟太太，哦，你为什么在家那么好，在家那么脾气不好，外面呢你很善良啊，或者是左边呢一个人来修功德啊法喜，但是比不上右边全家人一起修功德，对吗？比较法喜，为什么是这样啊？或者是家人呢阻碍你来寺院修功德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解决的方法呢，第一，你修了功德后回家后呢与家人分享你自己所修的功德，就是第一个方法，让家人呢家庭成为佛化的家庭。再来第二种问题呢，一直怀念，修行是有打坐啦，但是一直怀念十年前的打坐经验，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去年呢、啊、两年前五年前现在打坐不好，就一直怀念以前的经验。所以解决的方法呢，第二个功课，别忘了记录自己禅修的经验啊，有没有今天记录了吗？昨晚有人开始跟龙碧报告了、哦、他的修行经验很好很好，随喜功德，龙碧会看的，每一位啊送过来呢，大家就上这个网页呢去填表，填这个问卷呢填个人的资料，然后红色的虚线这里呢就是填写自己的修行经验或者问题都可以，我们会看的，然后帮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纠正，我们会帮忙纠正，各位的修行经验会进步的。再来的问题呢，有些人呢睡眠不好压力大，整天呢因为晚上睡不好，整天就沉在问题里，身心乏力，
哦，为什么 COVID-19 这么严重？第三呢，第三条功课呢，第三功课是睡前呢回忆起当天所修过的功德，很重要啊、哦。第四功课呢，睡在福海，就是身体中央点，是功德的渊源呢、啊，功德的源头。就把心放在这里，叫做睡在福海，睡在功德福海里。第五呢，早上醒来呢，醒在福海啊，马上醒就把心放在身体中央点，也从功德福海里醒起。再来下一个问题呢，在社会里呢，人都会疏忽大意呀、啊，出意外啊，出车祸啊。或者是每天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没有生命的目标，有没有？所以解决的方法呢？第六个功课是：当睡醒时啊，要将心静止在体内的佛一分钟。那刚才醒在福海了嘛？醒来就把心静在佛体内的佛一观想一尊佛，然后把心静定在佛的身体中央点，接着呢，就告诉自己，在这一分钟内呢，庆幸自己能多活了一天哦，要恭喜，向自己恭喜，比你拿到红包还要幸运。接着呢，要愿众生都快乐，也想到自己也会有死亡的一天。再来，问题是，有些人呢，心整天在体外打坐，难找到身体中央的第七点，叫做072。新同学就给你一个号码，0720就是中心点，中央或者中心。七呢，就是身体中央的第七的七。二呢，就是从肚脐提高上方脸跟手指的距离。叫做072，打坐呢难找到072。解决的方法呢，第七，整天呢都要感觉到我在佛身中，佛也在我身中。慢慢做啊、哦，容易把它讲完，大家要复习，然后慢慢做。我是佛，佛是我，感觉我是佛，佛是我。再来问题呢？有些人呢，杂念太多太多了。有些人呢，知道事情不对呀、啊，但无法克服自己，一直做坏事。解决的方法呢？第八个功课，每个小时要抽出一分钟的时间呢，将心静止在水晶球或佛像中，每一分钟啊，要静定一次。很重要啊，而每一个小时静定一分钟很重要，就把坏的脾气啊，或者是污染性的一些事啊，delete 掉，除掉。或将心静止在我们身体中央，身体中心点，在这一分钟啊。再来，问题是有些人呢，观想佛像或水晶球时呢，观想不出来，龙屁怎么观想都想不出来啊！解决的方法呢，第九个功课，每个活动从起身开始呢，不是开始，不管在洗脸洗澡、穿衣服、用餐、洗餐具、打扫、运动呢。或驾车或上班，都同时意念到水晶球或佛像。每一个活动啊，都要意念佛像。再来的问题呢？为什么我家的气氛啊，周围环境的气氛不好啊？龙屁哦，解决的方法呢？第十功课，营造良好的禅修气氛。自己做，别人还没笑，你先笑。要微笑和练习粤语，这个
可以吧？不难不难啊！所以呢，大家别忘了哦，把修行经验传过来给龙皮看一看。那、啊、明天还有啊，时间过了，不过补一点点呢、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呢、啊，龙皮收大家的啊静坐照片。哪一位有发过来了？就随喜功德。哪一位还没发呢？还有今晚一天，还有一晚，赶快拍，赶快送过来。啊，明天截止，因为明天是世界地球日了，龙皮会准备啊奖证给发静坐照片过来的人呢，会把啊奖证呢回 email 给大家，好吗？假如超过明天了就没有了、哦、好，今晚就祝福大家呢、送转法轮经的功德，静坐抗疫的功德、听法的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病毒，财源滚滚，修行进步正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天再见。真谛，指着虚言兮，涵盖宇宙的真理。莫学无根云彩，大心无所寄，苦迷空幻不实的皈依。修行靠自己，一如不息。全军要呼吸，世世代代永相传习。祖先在天心欢喜，佛教无家子孙惜。世代相传的至宝至真气，香火绵延永不息。无上的佛教啊，无上的皈依。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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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长久，比天地。